迎收看《花园宝宝》。玛卡巴卡，玛卡巴卡，玛卡巴卡。现在我们要睡觉啦！睡觉之前要干什么呢？没错，和我们最好的好朋友哥斯拉说晚安。Hello， 没错，我就是你们最好的好朋友哥斯拉。哎，不对，没事呢，你才哥斯拉呢。你哥斯拉，你哥斯拉，你哥斯拉。没错，今天我们要看的就是迷你世界最火的棉花娃娃盲盒。这里面总共有四个娃，先来看一下第一个是谁呢？黄色的，莫不是星灵？啊，他这新鲜外套一脱，怎么跟奥特曼现原形了一样？不过这后面这是没穿啊！不能看，不能看，非礼勿视，非礼勿视，赶紧都回去。原来这每一个盲盒里都会赠送一个这样的小挂钩，把它和娃娃头上的小神圈在一起，就是一个可以挂在书包上的小挂件了，好好看啊！第二个，这不是我们的迷你大明星兔妹妹吗？卡哇伊，她这头发真是格外茂密啊！据说兔妹妹这发型还是可以编辫子的，就是我从小手就笨，自己编辫子都编不会，更别说这兔妹妹的了。但是女孩子还是要在意形象的。就把你的头箍给你戴上吧，这样咱也是可爱的小仙女啦。这还有一个小发圈。Oh my god！ 哇，下一个，呜呼，是我们的哥斯拉，哦不，尼斯拉。他这外套老搞笑了，直接往下一拔就给摘了。原来尼斯拉的肉肉是白色的呀，就是不知道好吃不好吃。你咋啥都能吃啊？嘿嘿，再来看我们最后一个，这肯定就是小雪球啦。刚打开的时候，我还没有察觉到有什么异样。小雪球外套也是很好看的，只是当我把它的外套一脱，这不就是那个什么东毛狮王吗？请问他的技能是河东狮吼吗？这头发也太搞笑了吧！绑紧一点，还能看见方方的脑袋。这他们在看什么啊？不知道啊。现在还不睡觉，有一头头的，就是啊，不像我，天生头发就这么多。怎么样，这么可爱的棉花娃娃，你们喜欢吗？